你就是明星。行，那这样吧，我与阿哈利的距离就相当于你吃粑粑的距离，这能理解了吧？你吃粑粑有多难，我玩阿卡丽你就有多难。那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玩好。硬跟我拼呢，那可打不过。我们连点烟都不要用啊，因为他不教技能，他不教，我们也不教。平 A，平 A。E A W 平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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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闪现平 A 吃饼干儿啊！回家啦！点烟还没用，下边还有点烟，可以啊。上边二级我够用点烟，可能也打不死，他那么多血。一个闪现平 A， 我估计能 A 个70多，抽一下，努努是不上来了？你干哈呢？你还跟我拼？我都三级要光了，你还跟我打？回家，这兵线往这一放。我们都不吃，这兵线无限往我这边推，我来个红宝石来提高一下我们的血量，让他没有机会。哎，他居然升了，这没想到啊！你居然都能升，就放在塔前。他要补兵，他补不了；他要耗血，他又耗不了。他来，我就耗他血，难。我只能给你写个铲字。不行了，有点多了，控不住了。等会儿就五级打三级，我争取六级打三级。俺老师正等着呢，咱也不着急杀他，一会儿塔下耗他血，耗着耗着就能杀了，控线儿。这波兵控完以后，下波兵再控住一波，我们直接升六，塔下杀的。
六三应该没可能，六四可以呀。太大太大，用个点盐吧，我怕这波伤害不够。铁头娃呀，好像这种兵线往他对面推的时候他还拼，你不死谁死你。再见。我是不是应该买双鞋？这剑圣为什么现在都出这呀？为什么都玩攻速的？攻速的也不好收割呀。错了，我不带过去的。我的炮车是不是要没了？还好啊。尽量别让他吃经验，然后让努努过来。没必要控推线越塔杀，那武器大师推线不是那么很好杀。但你都发话了兄弟，那我不杀他吧有点对不起你，对不对？那我还是把他杀了吧，既然你都说不想让我控了，那我就不控啊，尊重你的意见。既然你都非得让我越塔杀他，那我就越塔杀他。我杀完他这边他可能有传送，你看见没有？你相当于其实是白杀，还不如控线呢。那如果他这样玩的话，那就还行啊。
那吃一层吧，那吃一层我们走了。溜了。我不出鞋了，那不行。我看看啊，我出推线快一点，来个小皮牌。悬浮球，好，啊，看了。你那剑圣能不能干点事儿啊？你把这个打了，那上路都没有人，你去打打东西哦。你打完我是不是上高地了？快点的，我这打了，我这打了，推的多快呀！俺俩直接把他高地拆了，13分钟把高地拆了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给我啊，这个你不能抢，把蓝打了，谢谢啊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帮我把这塔推了，你就跟我走就完事了，今天指定让你拿到人头，好吧。太大要打我，我秦王要住。这是来杀他，我都不杀他了，因为他实在是太不值钱了，他100块钱。哎呦，我把努努杀了，来，漂亮，撤，哈特琳娜来了。不行，房门，房管兄弟们，做做事情。我先把他卸打了。这卡特挺狂啊。等小兵都出来的啊，你以为我走了，其实我没有走。给他一种走了的错觉，把塔拔了，来，
你为啥还跳我呢，兄弟？你 E 就算了呗 ，E 完还跳，真敢呢！来，继续，我上高地。炸弹人才咋快？快快快！拆塔，拆塔，拆塔，拆掉就合适。没拆掉啊？那有点不合适。拆塔好了，应该不能打人，不打人好。中路掉了，顺势上路也能掉。这中路没掉，就相当于白打。我们相当于啥也没干。卡特伤害确实是有点高，虚区太高了，我们这虚区跟他一比不太行，但是我要有大，那他肯定打不过我，主要是我们没有大。你在拆一塔呢？跳小兵，我知道要跳小兵，你说我杀不杀他呢？杀了得了，要我说真的，我那个点盐没套上去。哎，我剑圣能打死不？剑圣哦，这虚区，这虚区啊是真高啊。虚区确实有点高，这干啥呀？这都干啥呀？这是追着我撵呢，就是不放我走，我要走，哎，不让，不让就不让吧，不让没办法，那杀了得了。硬追呀、啊！女警把下路拆了吧。硬追呀、啊！好控啊，好控！我的太阳妹妹，你怎么回事？这 W 怎么还往我脸上穿？穿吧！哎呦啊！来一个喷塔扣，小胖子，快来小胖子！小胖子快出来呀！快出来！快出来！努努！神秘代码输入错误，这不出来啦！快出来呀！杀个杰拉吧，杀个 ADC 吧，你俩还不走啊？哎呦，我好炸！阿伯。这哪的悬浮框啊？母白了。你说呗。
还剩个主基地，来吧，我出蟹手了。杰拉土人挺疼啊，你能打过超级兵吗你？这人可挺多呀，我一看呢，这卡特虚区有点高，这卡特，这卡特虚区咋这么高呢？即使我们卸手了，你看见没有？就这卡特琳娜打我依旧是有点痛的，也正常的，他一三件套法师，他这不把我杀了还玩啥呀？来个春哥吧，拿下，给你们结个账。